五大师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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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大师，五大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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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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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大师，五大师。吴大师 B B， 他姓吴的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 B B 哎，啊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吴大师太太叫 B B 哎，吴大师 B B，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 B B。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，真的吗？对，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对对对，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 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